啊，先看变身啦、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变身八包，八包古典包，如果零红，一个红都没有，另外四包我就不买了。我们先不要太冲好，我们先买四包，开始吧。我们来，我当白老鼠啊，看一下这个最高级变身抽卡包古典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看我今天的画面有没有比较清楚啊？有没有比较高清一点点？我现在的直播画面有哇，我现在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因为我的经典卡组里面就缺这一张，我卡满了、欸，我红卡补满了，就这一个黄金死期，你们知道我缺这张黄金死期缺很久了吧？看，我怕一周一包就补到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黄金死期，我的红卡最后一道下面全都是抽不到的。我的最后一张红卡补满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卡池，看超爽，大器晚成啊！救命了！敢不敢再给我一个纸？哦，中间这张保底哦，保底！我靠！好了，啊，我这个没有理由不买满了，买就买满嘛，没什么，就买满。啊，难得一次卡包正面工伤，难得一次啊！改运的改，改三侠，这怎么回事？人生第一张直抽直卡，会不会在今晚呢？这个没有抽小卡啦，这怎么抽小卡？直接全开！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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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包喽！啊，不要给我一个纸啊！啊，给我一个纸的，我就立刻秒关台啊，免得被你们凹的抽卡。那、啊、如果给我纸，我立刻秒关台。靠妹，三小，哎、欸，这个坏掉了吧？我把这一包改名为黄金死期礼包，它不要叫古典包了，黄金死期包 ，OK 吗？黄金死期包，我说的。好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是战机亮晶晶的一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卡的感觉好不好？确定，减伤加一，力量加一，伤害加一。大器晚成，药水加5%，哦，整个赚烂。目前的红卡数量来到了64张，然后我们要同步啊，今天还要同步做觉醒动作。这张觉醒啊，会再多 PVP 减免加一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觉醒起来。哎、觉醒一发中，哇，黄金时期超级补，这个礼拜补到了黄金时期跟绿警卫啊，开。第二发，两发中，黄金死期大盘伤、嗯、又没中。好啦，给你个金色啊，金色死期配金色枪手啊。你有在盒子？不要盒子了，不要再叫我盒子了，不要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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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醒！我、靠！这怎么了？不会吧？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坏掉了是不是？你坏掉了吗？我们合一下吧，我不甘心啊，真的不甘心。好，我们再来觉醒一次，拜托让我醒过来啊，让我醒一下。16.5%应该可以吧？祭品够了吗？
祭品？什么祭品？你才你才祭品！要让我觉醒，让我觉醒 ！Game over！ 靠嘞，这是搞人吧？蓝卡不是这样吃的，我失败几次有人帮我算吗？我失败几次了？有了吧 ？Nice！ 啊，对啦 ，PVP 减伤再多赢。现在的卡池啊，64红啊，今天盒子会中吗？是没差啦，我其实我今天心情蛮好的，我也感觉会中。好啦，我们刚刚的黄金紫棋啊，送一张下去啦。既然黄金都给三张了，我们合一张也不过分啊。OK 吧，我们合一发可以吗？如果觉得可以的话，帮我一波六刷起来，刷一波六，一波紫色的东西，把它刷爆、刷好、刷满。我们只合一发 ，11%， 到底我们的牛牛儿预测是不是如此神准呢？二中二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好啦，看台的伙伴们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订阅、点个赞啊！这一波紫色的，就当我今晚欧洲送给你们的。bonus 奖励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奖！我靠！转屁转！这张卡我超喜欢欸，欸，有着过去黑妖魂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转？欸，这只是黑妖魂的经典，我怎么可能转它？那转一次9900欸，我这个人是最最最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啊，150赞，直接转卡，还差7个赞。好了，150了，转卡，来吧，红心抽取，守护者联盟，直接开启。有屠龙者，不会真的要我 ？OK， 各位，这是天意，这张卡可收，赚，这张赚了，命中加二，跑住加二，伤害加二，两个伤害。好，这张卡可以收了，没有理由了吧？没有，黑妖魂被转掉了，黑妖魂被转掉了，现在是白卡满，绿卡满，蓝卡也满，红卡64。我怎么感觉这今年我提升很多啊？感谢你们陪伴我度过这个母亲节前的夜晚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